开往中国的游轮上，多名车厘子游客意外落水，集体偷渡，游轮失踪案疑点重重。此次失踪事件，警方怀疑与一名侦探有关。有目击者称，侦探最后一次出现，曾大喊：“我们被卖了。”相关调查正在进行。终于可以好好休个假了。就是啊，那我们这次走。我也买了票了，为什么不让我上船啊？再这样我投诉你了。什么破规定啊？凭什么只有个头大的？夏洛克，大家怎么都想去中国过新年啊？这是为什么？哪可以大庙会，可以从初一打到十五。我不，你付个退一次，还能看明星抢红包。哎呦，我肚子忘说太满的喽。各位美眉，最近有款神水美眉效果特别好，新年特惠只要24.9，有没有？24.9，这么划算，不会有问题吧？放心嘛，这可是你们 Cherry 租啊代言的。哎，外面太吵了，走，喝点东西去。春节将至，中国小镇幸福指数飙升，24.9元就能买到精挑细选。两杯 Borax， 嘉宾。今年过年不收礼，收礼车吗？啊！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了？祝你好运。小的不让上船，24.9，精挑细选的年货，送你就送车厘子，车厘子做的神仙水。怎么了，夏探长？你干什么啊？真相只有一个，我们被卖了。智利车厘子，中国自由行，聚划算卖空，12月24至26日，24.9限量抢。